来给我的感觉算是很亲切，就很像待在家里的感觉。我很喜欢这里，虽然有些地方跟台湾不太一样，但总觉得这里反正都是一样国家，都是我们家。金色山庄给我的感觉是也算蛮亲切的，虽然在那里几乎都是得讲英文，但是每个人都会照顾金色山庄，每个人都会把它照顾得很好。像大家不懂的地方，他们还是会叫的，他们是很照顾我们的。来这里上课感觉给我是非常好，我好想继续留在这里，不想回台湾去上课。这里的课程真的很好玩。胖子家里的姐姐是我的 buddy， 虽然她上的是高中，但是她的数学我好像都能懂。她也会给我一些，给我一些知识，有值得去学习的地方。后妈虽然常常不在家，但是 homestay 的两位姐姐都对我们很好。她会问你想吃什么，还是想看什么电视，她都会把我们照顾得很好，就像后妈一样。虽然我们的年龄相差非常的多，但是对我来讲，他就很像是好朋友一样。我的 body 超会跳舞。我们 homestay 还有一位留学，他叫 Willy， 他常常会帮我们翻译那是什么意思，然后告诉我们他要怎么做才不。我觉得他们照顾我真的很好，很感谢他们。后妈虽然常常不在家，但是她一回来还是会很亲切问我们今天有什么不太高兴的地方，不太好的地方。我们都好像在家里的感觉一样，好亲切。